是命运的偿还，还是我生来就释然，冲破回忆的痛路，去改写我的命数。国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四长天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，行的是皇权特许，掌的是御林诸侯。我就是万岁爷的椅，万岁爷的手。你说够不够资格？奴才的心既然是相同。看看哪些人敢对皇后和男燕王陛下求什么官？与其冒险，倒不如带军入宫。我一定会杀了男燕王。梦魇京城，谁人不知道？校长一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而宫中大大小小的事，都是由您来做主。娘娘的意思，您不想做主，倒是想做主。可是，杀的是自己的亲侄，大军的主君，成为这样的祸害，都得陪葬。娘娘当真愿意给奴才和刘侯当个人前，江春相济？我岂会上他的位？接下来我怎么说？你怎么做？别动！孙公公，你在和谁说话？识时务者为俊，不怎么选，人家想清楚的事。你是第一个打开他的女人，奴才也不怕难找好话，亲手送你上。人掌握在手里，终归是个头。你会在乎一个城外的心思吗？娘娘可还满意啊？